欢迎来到尊彩艺术中心。这个月尊彩正展出台湾的前辈艺术家陈澄波的回顾展，接着我们就来观赏一下陈澄波的一个画展。同时我也必须跟大家来分享今年正是尊彩艺术中心所创立30周年的一个历程。我们希望能够重新来梳理陈澄波的一个艺术历程，以及他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主题，让大家能够来欣赏以及了解我们台湾日治时期的一个美术史。首先我们来一起来看看陈澄波的这幅画。那么这幅画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一个内容是我们台北市的植物园。那你看到这个画里面有一个椰子树，其实台湾原生种并没有椰子树的一个这个品种，但是当时由于日本政府他希望能够进口一些可能它的姿态非常的漂亮，能够来适合作为台北市的一个市容规划的一个植物的品种。他以他非常精湛的一个绘画技巧，以及他很熟练在整个风景画的一个构置上，他绘制了1938年的台湾的植物园椰林。现在在我前方的这幅作品，他画的是嘉义的温宁妈祖庙。那么创作的时代其实非常的久，也就是在陈澄波刚从日本学成归国的那段时间所绘制的。那么这个嘉义市其实也是陈澄波他的一个故乡，大家可以看得到里面其实非常的古色古香，可是里面却有非常多电线杆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在1920年代，这个电线杆其实呈现的是当时嘉义市非常现代化的一个都市的一个市容。那庙宇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小型的一个缩影。那全部的很多的生活的大小事都是发生在这个庙宇的周围。那么这张图是陈澄波1927年的时候所绘制的，它也代表的是台湾最早期日治时期的重要的一张画作。这里有非常多陈澄波历年来的有关于巡回展或者是出版社所出版的台湾美术全集或者陈澄波全集。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展览，让大家可以来了解台湾日治时期的时候，到底这些前辈艺术家他如何来经历他们的创作，如何用他们的艺术创作来展现台湾在地的一个风土民情以及我们的人文社会。未来尊彩艺术中心将持续的来深度梳理台湾的艺术史，从台湾日治时期到二战后的全球华人，以至于到台湾的当代艺术，希望透过不同的一个展览，不同年代艺术家的一个呈现，让台湾的民众能够更了解台湾整个艺术史它的一个脉络。同时我们也将推荐更多的艺术家前往国外来参展，让这些国际艺博会以及双年展的一个展出能够去累积台湾艺术家在全球的一个能见度。接下来我将带大家前往我们尊彩艺术中心2楼的展览场来参观罗乔玲的个展。接着带大家来到了尊彩艺术中心2楼的展览空间。大家眼前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明亮的一个天井。尊彩艺术中心的这个空间过去曾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游泳池，那由于尊彩艺术中心的进驻，所以我们将整栋运动中心改造成一个私人的一个艺术机构。那么这个展场的自然光能够为现场展出的艺术品呈现一个非常自然我们眼睛所及非常漂亮的一个色感。在这个月份尊彩艺术中心特别推出了我们代理多年的台湾女性艺术家罗乔玲的个展。那在这个展里面，有别于以前的个展形式，乔玲她为每一张图都撰写了一首小诗。那么这些文学的内容里面，其实也是他希望能够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一个心灵的一个成长故事。那么大家从每一幅画的画面里面在阅读这个每一张画所附属的这个小诗的时候，你能够更具体的，同时也能够更深入到艺术家的一个心灵。那由于罗乔玲在尊彩的个展这是第三次个展，所以我们能够希望说在这个个展里面能够为大家其实能够更有系统的来传达他
在他的整个创作历程里面，包括他从童年记忆里面如何来走过他在人生里面所经历的结婚生育两个孩子，怎么去面对他人生里面可能有非常多他觉得亲情上的愉悦，或者是他在事业上可能有遇到了非常多一些迷惑的一些路程。那我觉得说很多人在看了这个展览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可以在这个罗嘉玲的画里面找到了自己可能内心里面的某一些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整个自己心灵成长的一些心灵的一个交流。那当然这次的展览我们也非常感谢台湾藏家的一个支持，同时我们也很有一个成就感，就是我们在整个罗嘉玲的海外市场上面我们拓展得非常的成功。所以在这次个展里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是由国际的海外藏家所收藏的，那这也能够就去代表说我们台湾的当代艺术能够普遍的受到国际藏家的一个欣赏以及认同。那所以我也很希望说在未来大家能够持续来支持我们台湾的当代艺术家，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常常来尊彩参观。尊彩艺术中心位于内湖的科学园区，同时我们也是在1992年的时候就在此来创立，所以今年已经是第30周年了。在这个尊彩艺术中心的周围还有非常多台湾的画廊，因为这里是台湾第一个艺术特区，大内艺术特区，每个月这里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一个展览的内容。那么非常欢迎各位能够在星期二到星期天的早上11点到晚上的6点的时候，如果您刚好有空，或者是你们在放假的时候，欢迎您能够莅临尊彩艺术中心来参观。同时在8月6号我们也即将推出一个蔡杰星的个展，写一封信给星星，相信这必然会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展览。同时也欢迎您能够持续来关注艺术行旅的节目，持续来追踪我们，谢谢。